各位听众，大家吉祥。上一期我们了解了佛法的纲要四圣谛，即苦集灭道。今天我们来谈谈佛教的四无量心。华严经说，常行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慈悲喜舍就是四无量心，也是我们一直安住的所在。四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四无量心和星云大师为佛光山制定的佛光人工作信条理念更是不谋而合。如慈无量心可说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则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修习四无量心能够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修习四无量心能培植福德智慧，能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以四无量心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呢？第一，慈无量心。在世间生活待人处事方面，应该要具有一颗仁慈的心。所谓仁慈的心，就是给人安乐的心，而且是能体谅他人、肯为别人服务的心。有一位骑手在家门口挂了一个“天下无敌手”的牌子。有一天，左堂宗带兵出战经过，看了这个牌子，就与他对决。结果对方三盘皆输。左宗棠得意地说，你三盘都输，牌子可以拿下来了。几个月后，左宗棠打胜仗回来，再次经过，诶，怎么天下无敌手的牌子还在啊？就问他为什么牌子还在。对方说，请将军再来对弈一局如何呢？结果左宗棠连输三盘。此时这人就说，将军啊，前次即将出战，我不愿意打击你的锐气，所以输给你。现在您打胜仗回来，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我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这位棋手明白什么时候该赢，什么时候该输。有时候输即是赢，赢即是输，他才是真正的高手，也是给人信心的展现。第二，悲无量心。悲心就是帮助他人离苦得乐的心，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心。当你有悲天悯人的心时，对于世间一切痛苦才能没有贵贱怨亲的分别，而以平等之心施于救济，就像太阳不求回馈而无私的普照世间。从早期星云大师在宜兰开始弘法，就有一些年轻人跟随他，乃至现在有了1000多位徒众、百万佛光人愿意同星云大师为人间佛教而努力。大师自觉并没有什么奇异的才能或是特殊的教化，大师只是让他们觉得明天有希望，从给别人希望当中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虽然不一定能实现，但拥有了希望，人生就会很富有，未来就有目标。就如佛陀的弟子舍利佛、富罗那等，不畏艰难，对众生充满希望，以悲心投身蛮地，化导愚迷，折服外道，弘扬正法。我想当我们在帮助别人时，能保有一颗悲心，给予人希望，才能不在乎个人的利害得失，才能全心全力为众生去除困难，让人离苦得乐。第三，喜无量心。具有喜心的人，看到他人努力有成，不管冤亲亲疏、有缘无缘的人，都会为对方的成功升起欢喜之心。当我们用欢喜待人处事，就能让人感到亲切与安心。世间上没有比欢喜更宝贵的东西了，钱多了用在不正当的用途可能招祸，东西囤积太多可能烦恼没有空间存放，世间的财物过多终究不免烦恼重生。唯有把欢喜给人，你给的再多
双方都是皆大欢喜。四，舍无量心。舍是舍掉自己的分别与执着，舍掉自己的贪爱与束缚，舍就是将欢喜给人，将希望给人，甚至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都能舍得给人，如此就能克制贪欲，得到自在解脱了。俗话说，有舍才能得。如果你能主动给人一个微笑，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服务他人，比方说在昏暗的地方点亮一盏明灯，在路边施一壶茶水等等，这些给人方便的善举必定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善意回应。所谓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世间生活应该要广结善缘。学佛者若能奉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不仅是增长福慧，断除烦恼，更是人生路上四个成功的锦囊妙方了。您想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佛教这里有一个妙法，下回我们来谈谈佛教的四摄法。